少这么当着别人面画画，这个很奇怪感觉。所以画画本来是一件很个人的事嘛，我一直说是一个。春风渐渐起啊，以花看飞鸿，想想世间事，古今无不同。整天在地下干活嘛，你刻了一个地下工作者。过去一说地下工作者都是特务嘛，是吧？